你要吃胖一點，我都希望你去多去上海，係咪？多注意身體。 看到那么多支持的朋友，就重新而发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当然，大家要保护这个口腔啊、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为什么要去保护你的牙齿啊？固定刷牙，然后牙齿要固定要去看一次，一年看两次。对，一年看两次，有空的话。然后刷牙很重要。对对，正确的刷牙很重要。